多謝主席。在這部分我們有14個總目沒有議員提出修正案，其實今天有議員提出修正案的總目有69個，亦很開心有14位議員都有提出修正案，不是像去年那樣說要跟拉布割席或清界線就去放棄議員審議在全體委員會的權力。我們在這14個總目裏面沒有提出修正案，即是沒有削減到那個撥款，大家當然知道就不是說它是沒有缺點或者沒有錯，譬如剛才梁國雄議員說的醫療輔助隊，如果削減了那個問題會很大。其實我本來就沒有想著說醫療輔助隊的，但多謝梁國雄議員的觀察，我想先補充新鮮滾熱辣，補充少少醫療輔助隊的問題，即是我的觀察之後再去交代我在這14個總目裏面特別關心的議項。醫療輔助隊就是保安局轄下的輔助紀律部隊之一，它有4602個成員，本年度的開支是高達8060萬元，較去年的預算案增加了 8% 的。但是我觀察到一件事，我想大家未必會真的那麼仔細去看這本預算案的總目，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關於醫療輔助隊出現了的，就是關於在綱領第五項之中少年團的訓練目標時數呢，包括有四組數字，少年團啟導課程、少年團一般定期訓練、少年團中央訓練、少年團演習及探訪活動。他醫療輔助隊自己提出的目標時數呢，在過去兩年呢都是不達標，實際訓練時間呢同埋個目標距離呢好嚴重，有數千小時。我唔逐項講，我講兩樣，大家公眾嚟評一評理。少年團啟導課程嘅目標時數呢係19200，但係實際呢2012年呢得9000，2013年呢得12000，同佢個19200呢相差好遠。但係佢2014年呢又係搬返，即係行禮完又吸返個19200落去喎。少年團一般定期訓練目標時數呢87000。2012年呢得52000。2013年67000。差好多喎，哥。但2014年呢佢又係得返原本佢個目標時數87000。咁即係點呢？即係你真係要向公眾交代，係慣性呢個不達標，但係冇人呢去提出，冇人監察，冇人理佢。所以多謝梁國雄議員，但係頭先佢冇講呢個觀察出嚟，我係呢補足咗呢方面。至於提到2011年嘅審計署揭出醫療輔助隊嘅行政管理嗰個問題呢，我亦都要舉幾個簡單嘅例子㗎。其中批評醫療輔助隊將救護車當貨車用，不符合成本效益。五輛市鎮救護車多達 35% 的行車里數呢是用來運送急救物資到直勤現場，而應急倉庫物資呢20年沒有盤點過，不是我說的，審計報告說沒有按各類物料最少每3年一檢的規定，而只是每年是抽樣檢查倉庫裏面的物料。這樣講一些離譜嘢你聽啊，有插喉用具過期2年，診斷工具生鏽破損，制服存貨可以夠用27年。咁啊，梁國雄議員剛才提咗個援助級嗰個每年至少要16小時執勤嗰個，我就唔重複啦，因為佢已經係點出咗啊。其實過去呢醫療輔助隊譬如喺奧運馬術期間花咗200萬啊設置嗰啲血液分析儀啊、心電圖設備，但係去到而家都未用過嘅，每年仲要支付40000多元嘅維修費用。醫療輔助隊仲有16個訓練場地，當中5個使用率呢係少過一成。啟用3年的新界東區訓練場使用率是 2%， 2%。2009年醫療輔助隊隊員在衛生署母嬰健康為幼兒注射肺炎鏈球菌疫苗，但向部分家長呢是派錯退熱藥劑，被醫學會是炮轟，
和衛生署委託未經正式訓練的醫療輔助隊隊員參與注射疫苗和派藥是嚴重失職，認為負責決策的衛生署的醫生呢其實都是有一些專業失德。咁呢度我係補充咗梁國雄議員，即係雖然今日或者今年係冇議員喺醫療輔助隊呢個項目裏面係提出修正案，即係削減佢嘅開支，但係咁呢亦都睇到，因為我哋係逼不得已唔減佢，或者係同情，或者覺得市民有咁嘅需要，但唔代表呢即係佢係我哋唔會指出唔去評論。我代主席，咁我正式呢係開始我自己呢個部分嘅喺呢一部分嘅發言。我係想就總目24有關審計署嘅開支呢係提出發言。當然喺過去幾年呢，審計署喺財政預算案呢個全體委員會嘅階段呢係冇議員呢係提出一個削減開支，咁大家好明白背後嗰個道理。因為審計署的角色是什麼？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有給心機去看這個，就是我們每年議員都有的這本總目，我簡單交代，審計署的運作是獨立於政府架構，它的綱領有兩大綱領，是審核帳目是否妥善的工作，以及衡工量值式的審計工作。所以個角色好重要，同立法會一樣咁重要呢，就係監察政府，所以呢係並無一個被削減嘅喺今年嘅財政預算案裏面。但係呢我亦都要喺呢個度呢係表達，審計署喺綱領一裏面講審核帳目是否妥善嘅工作之中呢，預算嘅開支呢只係得4,690,000，反而呢我是提出是不是足以達到他自己提出的目標，叫做最要符合最新的國際標準的要求。所以因應這個問題呢，我在特別財委會呢亦都提出了這一點呢去詢問是審計署的。當其時審計署的回覆呢就說他一直有留意和遵守綱領一所在的要符合最新國際標準。咁我哋梗係問咩係最新國際標準啊咁樣。而最新嘅國際標準呢，就係指國際會計師聯合會同埋世界審計組織所頒布嘅國際標準。呢兩個國際性嘅標準定定機制呢，會不時機構呢會不時對呢一啲標準呢係加以檢討同埋修正嘅。咁世界審計組織呢剛剛喺第21屆嘅大會裏面呢通過咗北京宣言嘅文件。副題係為最高審計機構促進良治，良治呢啲就係內地嘅用語啦，不過而家我哋嘅政府都好鍾意用。如果以北京宣言內容嚟到審視我哋香港審計署嘅財政預算案嘅開支呢，實在係叫呢議員係擔心呢個開支4,690,000呢係咪能夠跟得上最新嘅國際標準。北京宣言呢，佢分正文同埋附件兩大部分㗎，即係好大本㗎，我簡述少少。最高審計機構促進國家良治，概括咗該次大會第一主議題國家審計同國家治理嘅研究成果。最高審計機構係地區治理嘅重要組成部分，應當繼續致力於維護民主法治，呢個北京宣言講嘅，提高政府效能，預防並打擊腐敗，保障地區安全，促進改善民生和推動透明問責，以促進地區良治，實現社會經濟環境是可持續。而在保障財政政策長期的可持續性呢，主席開始問題，請你根據這個議事規則17(1)或者(2)，我不記得錯了，是根據議事規則多少啊？17會議法定人數的一或者二，而家係咪全體委員會啊？係一十七一。你意思係咪我哋唔夠法定人數？係，請主席裁決。聲明中。